魚肉。咁例如誒點樣開咁開點開先價先，點樣分類先？咁其實好簡單嘅啫。咁我打開啦。咁本身多功處啊，咩同平時有關 iPad 啦，咁咪成日你做啲咩啦？因為好多人 iPad 睇片嘅啫，唔好同埋頭先要做嘢咧，做嘢就要打翻唔同先要做嘢啊嘛。即係例如老細喺度講緊嘢。點樣擺咗視窗咧？咁你個 iPad 就點啦？呢個咧要關閉嘅話咧，我哋掃到最右邊，掃到最右邊，就會消失啦，得唔得？咁消失要開翻出嚟點算咧？即係開個電腦。OK， 掂唔掂？好，咁點樣刪佢咧？話搞到成台都係啦，係咪先？我哋。
即日起，首次以手機或 App 註冊成新會員嘅顧客，即可透過新會員 SMS 領取購物券或達成十元優惠一張。提供方法為下：所需付費提供方法為都話得我。